除了那个追踪符，你们焚香谷还有什么好东西？给我瞧瞧。有的，有的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引火尖，只要点燃它，望远石里内持有此物的弟子都能感应到它的位置。好一招将计就计啊，想来即使我不出手，昨晚那区区困阵也奈何不了姑娘。公子说笑了，患难见真情，援手之恩小女子时刻都记着的。问出来了吗？既然公子不信我，那就自己问了，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，不许隐瞒哦。好，谷中为何会惊起铃声？那是我们焚香谷独有的金铃阵。有何玄机？金铃阵的关键在于灰豚，这是十万大山独有的异兽，鼻子极其灵敏，一旦发现外人便会晃动金陵市井。十万大山中的异兽，焚香谷何来驯养之法？这我不知道。那灰豚布置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只有诸位长老才知晓。焚香谷何时与鱼人勾结？什么鱼人？一种鱼头人身的丑八怪。没有见过。看来不是普通弟子能知道的了。今夜再去一试。全凭公子吩咐。谷主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出谷。师叔违令，作何解释？怎么少了一人？我自会向谷主请罪。此事作罢，再有违令出谷者，严惩不贷。是。给我吧。这些是什么？盐巴调料，老毛病了，走哪儿都带着。多谢公子。我不小心被烫了一下。猴子不懂事，魔鬼。公子好手艺，一只普通兔子竟然也能被你料理得如此美味。我这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兔肉呢。